哎，大家好，这是 Shinix 为大家带来 Neo 的游戏康视频。上期呢，我们在这边应该是好像是有一个隐藏的墙是没有可以摧毁啊，我是没有当时是没有注意到。哎，所以说呢，现在是回到这个祭坛，顺便呢把我们的木灵的这个祝福也是给拿上，毕竟是一个新的篇章。这样呢，拿上祝福，然后把我的这个爆弹。最主要的呢，还是把地图上那个就是炸药桶等于再给重新刷出来。我们看一下吧，觉得应该是这儿啊，好像并不是比我想象中要容易不少。而且这个前方的，哎，我想没有想打坏这个水桶啊，因为前面我记得是有那个地方呢，应该是哎一个口袋嘛，那地方好像当时我是差需要一个水桶，从而是能安全的冲过去。不过，要是这么走的话，等于是你就不需要冲这堆火了，你可以直接从这边把这个门开开。啊，这倒是省了不少麻烦。之前我的想法是你要从这边冲，但现在由于是我们是找到了一个更加安全的路线，现在你是可以冲回来。这样应该是我觉得探索的差不多，好像前面就是一个神社吧，哈哈。好像这儿就一个神社，没有注意到，好像上一期结束时候还去绕了一个远路，是没有办法，毕竟是开荒不清楚，要是清楚的话，我肯定是不会这个样子的，这样就再参拜一下呗。另外是。参拜了神兽，突然想起来，啊，还是会，装备重量上限还是会超啊。但这边这个腿的，我的脚又是75级的，感觉上差的很多。是这个样子呢？等我现在是可以换上一个腿甲，腿甲应该是防御率更高一些。我暂时还是先换这个，这个毕竟等级差了很多，可能大概这么一个样子。这样我们继续我们探索。很奇怪的一个屋子，这边有什么东西吗？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探索前进的方向，还是说？没有打死。现在我的一套连击有一个攻击 miss 啊 ，miss 之后是导致没有那个人是剩一丝儿血，这样等于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等于绕了一圈是从我之前想走的那个方向的正门，等于就出来了。这个前方应该是肯定是过不去了，它好像呢是又有一些这种骷髅头，没有打死。这个地上掉的都是什么？来福枪的弹药，哇哇哇！哎，
还是这攻击还是打出来了。像用一些来福枪弹药，然后再把我的这个来福枪子弹捡上。血的话还是求稳吃一个。像这边呢，应该是可以用水桶然后冲，应该是能冲过去，但是我就先暂时不冲了，毕竟是开荒，前面都是未知数，这么冲的话还是有很大几率挂掉的。把这个东西捡一下。这边呢，我猜应该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更加安全的一个前进方向，而这边呢，我猜可能是。哎，你被这个怪，嗯，这什么情况？跟我想的还不太一样啊。我基本上可能是你被这个怪抱住，抱住后可能你是并不是一个完全无敌的状态，然后呢被那边那个人呢是火枪打一下，可能会被连死。但可以跳下去是吧？像这边应该还是能走到我们之前等于是我说是可以冲的那个地方。那边为什么有一个这儿有一个水桶啊？这儿为什么有个水桶呢？这后面有什么东西吗？这后边有个口袋吗？倒是不错。那是个爆药吧，一个爆弹啊。姿态换错了，还没死。这个恶魔还是感觉还是很强啊，身上也是带了很多的那种，感觉像是皱纹一样的。一些符文感觉就是很明显被强化了。这个东西是锁着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好像伤害不是很高啊。但是这打不到啊。我的用准心用手柄瞄准真的是非常的不擅长。好在是那边那个拿双枪的人的攻击力不是很高。哇、哦、天哪，差点冲下去。这口袋吗在哪儿？在楼上，居然在楼上，等于是要从这个房子跳到这个楼上，然后再走过来。那边呢应该是前进方向，现在呢我们想想办法，能不能把这都能破坏吗？破坏不了。下边呢？下边应该会淹死啊。等是要冲过去，还是比较好奇这两个桶是怎么来的。啊，是刚好没有。哦，这等于是。刚刚好冲了过来。这个桶是从那边绕的吗？这
我觉得有可能是啊，但是要是死的话就死了。啊，果然是没有问题。我的想法是，这个地方可能不是，就是有可能是墙的位置不够啊，导致你会被这个墙给，等是给推下去。实际上是位置是够的。像这个看上去像是一个储藏室，果然是储藏室，果然是储藏了好多的箱子。一个什么玩什么玩，这一个对儿剑啊，不太很清楚是究竟是什么翻译，不过就这个样子了。这样应该是没有其他地方了。我感觉上我探索的应该是已经比较完全了吧，不敢说是把所有东西都拿到了，但是起码覆盖的地方，或者说应该是能去的地方，我感觉上应该是已经去的差不多了。这边能有什么特殊的？好像是不行啊。这应该就这么走了吧。还是有很多的炸药桶啊。另外，我有火属性武器嘛？这是一个风属性武器。要是拿火属性武器打这个东西会直接爆掉。好像已经着了。刚才是怎么费了这么多血？都没有意识到。又是可以说是长了一个教训吧，就是看见妖怪的这种它的这个立场的时候呢，也是要考虑到会不会是那种轮子的怪，是轮子的怪，它会第一时间冲过来，也是要防御。刚才我是没有，直接是没有防御啊，所以是导致中招。好，那边还有一个口袋嘛，但是应该是我们前进的方向才能找到的。这样呢，还是打一个落下攻击，这是在玩黑暗之魂中等于是发现的一个，我还真是没有怎么注意到这个游戏中，你要是从很高地方掉下来，会像黑暗之魂那样，等于是这个人还会往前滚一下吧。记得是，尤其是二代中好些地方，你是必须跳完之后呢，是打一个落下攻击，从而是把你死死的定到你想落的那个地点，要不然的话就会还会再往下摔，有时候会摔死，有时候会，总之会 miss 你想要跳的那个平台。哎，又烧到了，让这边继续往前走。这条道路让我很没有好的预感，感觉上太长了。神殿啊！哇，现在要的经验值好高啊，37万好像是。这是个什么情况？我很好奇，这人是怎么着的呢？还在找着，可以这么走，可以往前走，是吧？前面，前面就是一些。600多，1000多，800多，可以看这招，我应该是有了，
我这个套装应该是加了30%的一个伤害，所以说打上去真的是好高好高。这个门是需要从另外边开启，才可能这一条捷径。前边的话，当时我在外边，他怎么这么多钢？这些钢是干嘛的？前面是这儿吗？好像是这儿，这儿可以跳去。这个门我猜也是一条捷径吧，等于是前面你从这儿跳起，然后去解锁一条捷径。我觉得先把这个捷径解锁了吧，还是摔血了。这儿还有一条路，这个有点比我想象中要复杂的多啊。这些门呢都是开不开。我估计呢，我往这儿放个符，看看，果然是轮子。这回是长记性，是刚才是可以看是防御下来，但是这个轮子也是挺烦人的。它还有，这应该不是了，但是你防住了。它的这个突进攻击后会在你脚下留下一滩火，哎，哦，好像是没了，但是还是会被烧血，可能是侧向翻滚应该是可以吧。像这个前方，我也是纯好奇，我想再去看一看。感觉上那边，我之前往下跳的那个路线呢，我感觉上就是直接是你会到达城堡的一个深处，这也都是锁着的。有时候你有两条路线可以到这个城堡里边吗？好像是，刚才应该是被怪打到了，但是我应该是带钢体效果，所以说是我的攻击是没有被打断。这边应该是能绕进去，绕到城堡的，就是它燃烧的那个废墟的里边。哎，哇，这个系统是诚心害我们的吗？怎么会翻出来？这有点意外，还好刚才血不是很多，啊，飞血不是很多，果然就是可以出来。这个人是。像这儿可以上来，之前在什么地方好像看到有一个门，好像是可以开启似的，好像是这儿。像现在呢，我觉得可能跟我一开始说的不太一样，一开始我说好像是要去。一开始的时候我说可能是要探索下边那个地方，现在呢我感觉上已经探索了，上面已经探索了这么多了，我觉得就先继续我们上面探索吧。我觉得应该是不出意外的话，最后应该是会把我们带到一个相同地点。给我的感觉上呢，又是有点像什么呢？是你直接在。我感觉上这条路线可能算是一个正常探索路线，从那个城堡下面探索的话，可能会更加的容易一些。这东西能打坏吗？
这个门是我之前反锁那个门吧？这等于是回来了，也就是说，难道说这个城堡正门你还进不去？可以进去，等于是你从这个正门进去之后呢，去探索的途中应该是能走到之前那个地下室，我们等于是一个技能，我猜可能就是一个潜入城堡的两种方式吧。哇，这个有点好，视野很不好啊。果然是，还是很危险啊！刚才那个地板，可以说我跳下来之前呢，我是有意识的看了一下，我感觉上好像是会坏掉，但是我不确定，感觉上就是比较很好奇，结果是果然掉下来了，不过这个也就掉下来了，我是感觉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正好是想把这个下边的之前这个能打开吗？可以打开。哎，哇，好多的火药桶啊！这有点危险吧？哎，我现在说，果然是会爆炸，而且还会点着，还有伤害不是特别的变态，不过刚才还是很危险的。哎，我现在要带水被炸了会是什么样子？好，没有事儿啊，只会让很有意思，只会让你的水的那个持续时间会大幅的缩短。这么看一下，我们是怎么从哪儿掉下来的？从这儿掉下来的。放个光柱，那边是可以跳啊，可以爬楼爬上去。这样一开始我发现的那个从楼下潜入的地方是这儿吗？好像是这儿，但是哦，这个口袋帽我当时没有忘记了，还好是都。所有任务的口袋们都已经找齐，这样基本上我感觉上现在是就是之前发现的一些地点都应该是已经都探索，应该是都探索完了。这边有没有一些隐藏墙之类的呢？没有看见啊。等一下，接下来呢是接下来要探索的东西，应该都是一些未知的东西了。我觉得这个地方藏个口袋嘛，倒是还比较，可能是太俗了吧，我都能想到。但现在我的。Toughness 到了200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的变化，还是非常的大的。因为是敌人攻击打到你，你并不是会被你是不会被就是被打断的。他们有子弹了吗？这个楼下是什么东西？它掉下来了，
有点没有搞懂啊。我不太敢，不太敢继续往前走，这东西会塌吗？会塌。现在感觉上刚才那个踩感觉上有点二啊，不过我现在也是确认一下，之前塌的那一下呢，我不是很，我有点忘记了，等于是什么样的地板会塌。像现在呢，说实话，这个地方有点乱，我就直接拿标记去标记好了。这边等于是会塌的那个地方，这东西应该是能炸坏吧？有点后悔啊。给了一个抗风的，不过这倒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我用普通的这炸弹能炸坏吗？炸不坏，可能只必须需要这个，可能是之前那个人踩他的吧。在这可能是之前那个人踩他的。83级，这就是个什么地方？等于是我把一个，这地方应该是没有去过，就先暂时不去了吧。那起码知道是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往下走，可以往上走，又可以往下走。温泉，一般看到温泉，我觉得可能是离 BOSS 战应该是比较近了。我感觉上可能 BOSS 战应该在楼上啊，温泉应该是在这是楼下。本是这边呢，这是一个前进的一个正常方向，我安两个信标。前面这是之前来不了的那个位置，这些东西应该都是我掉下过，什么都没有吗？这是，哦，这是大门。嗯，大概是知道了，起码大门是来到这儿之后呢，我先往这边走。这个地方是我之前啊，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我们也来过。嗯，这个地方来过吗？好像也来过啊。另外，这些信标是你放的太多，它会。之前放的会消失掉吗？还是我理解错了？我怎么感觉上之前放的那些信标没了呢？
前面好像有一个梯子可以下去，我觉得再去那个梯子看一下吧。好像是有两个梯子，其中有一个梯子是会把我们带到温泉。哦，这个是把我们带到之前那个没有解锁的，等这条捷径上来。但是这个门解锁之后呢，应该是离着我们那边那个存档点算是比较近了。等于是之后要是说，比如说打 boss， 想说团灭啊，总之就是死掉的话，应该是可以去，可以通过这条道路，等于是更加迅速的返回 boss 站的一个房间。但是现在怎么去 boss 站房间，我有点晕。这楼下是温泉是吧？像这个地方呢，应该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啊。我感觉上这可能就是 BOSS 站房间啊，非常大。不太清楚另外一个人在哪儿。我们先不这么探索，这个地方是好像只能这么走。可能又不太像暴走楼，楼上还有。我先这么跳去看一下。这是会把我们引到之前没有来过的位置吗？还是好像是来过？我觉得就这么上吧。好像没有必要触发那个大鬼啊，这边又上不去。那鬼后边是，这倒有些水。不管了，啊，这是一个普通的敌人。也说任务目标可能还在楼上，但目前我是没有发现去楼上的一个方法，可能是开这个门。哦，这是个门。这边是应该是死胡同吧。这边应该是一个往上走的一个房间。像这回看这个点儿，应该是在同一个楼层了。之前是好像是这个楼层的，是在处于我们楼层以下，所以说那个点儿好像是颜色变浅了。这回呢，颜色应该是比较深一些。我们看一下这期，我感觉上是时间不是很充裕了，我不太清楚这个 boss 我会花上多长时间去打。我觉得呢，应该是还有一个温泉，那个温泉在哪儿呢？好像是这么走吧，这么走啊，希望没有走错。我觉得呢，就是泡一个温泉，然后去趁着这个温泉的效果还在的时候去打 boss。 因为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我之前在用了很多的那种就是回耐力的，类似于绿花草还是叫什么圣水之类的东西，我现在好像是没有，还有好多忍术的这个东西啊，把这些忍术的都给用了吧。好，还有一些除了忍术还有一些武士的一些技能，好像有一个，但这一个实在是太少了，但是还是拿上好了。
这样加。不太清楚用什么，就是用什么其他的物品好啊？可能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用的。我估计这边呢，我还是上这个手里剑，在哪儿？在这儿。然后下一页呢，我把我的水等于是放到下一页。基本上等于是作战物品在第一页，然后 buff 物品在第二页。这样这期就先解到这儿了。下期呢，我们直接是去，等于是泡个温泉，然后去尝试 boss。这期也是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下期见。